5月26号，星期二，闹钟开箱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我们今天要开没？还没 ，Action！ 好，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角落生物闹钟。闹钟然后呢，它就是那个 Seven 的角落生物的那个极点第二波的疗愈角落生物系列。然后呢，这是闹钟，它有绿色和粉色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开箱吧。用蓝色吧，没有蓝色。白兔，白兔，冲啊，粉红色。好，那我们来开箱吧。来。等一下我们都不要看，等一下观众们看，妹妹也不行看、哦、是啊，看到了吗？没有。开始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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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酷哦，那个保护膜我们等一下再撕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它有分时钟和闹钟哦。哦，它可以调时钟、闹钟。记得哦，要先装电池，就还没装电池之前，你可以乱按。电源，碳什么电池四号 ，AAA1.5V 两颗，请自备。小的啦，大的上不下，会不会太小了哦？现在12:00，月亮，月亮耶！不是看时钟，而是跑去看月亮。第一次看到，按 Enter 键即可设定。它没有按盖盖子哦。现在几点几分？8点多，我帮你看。8:52。下午8:52。哦。现在几点几分？等一下。8:53。8:54。54。哦。小爱同学。对。现在几点钟？现在是晚上8:54。小爱同学，哎，现在几点几分？现在是晚上8:55。晚上8:55。小爱同学，哎，现在几点几分？现在时间是晚上8:57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现在几点几分？现在是晚上8:58。小爱同学，在。现在几点几分？现在是晚上8:58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现在是几点几分？现在是晚上8:58。小爱同学，哎，现在是几点几分？现在是晚上8:59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现在是21:00，该抽抽乐乐。抽抽乐。
出去了。是好了，搞了我老半天。出去了，小爱同学。对，就现在。下几度啊？哦，度他已经调好了。哎，他还可以来个计时哎。那我就来计时看看好了。开始计时哦，计时哦。OK， 他现在在计时中。等一下他就会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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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。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，因为它就是那个，它有四个功能呢，闹钟啊，现在几点几分，几月几日，几月几号的功能，还有是，闹钟盖不是调好。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现影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OK， 好，噔噔，好，总 OK。喜欢我影片，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下次见，拜拜。抢走。他会照着方向转的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